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七十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还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同志坐像三鞠躬。开始